性不是说超大的那种，毕竟它的这个面料是那种挺料的，它不是弹性布料。我建议就是 M 号以内的粉丝再穿就好了。它一样是做外车线，然后下摆有小须须，然后你们也可以穿不一样的风格，像小帮手是穿休闲风，然后呢妞人是穿这种中高腰。你看到一种裤子两种搭配，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效果。它很挺，它不是会皱皱的那种。然后不论你是白还是黑，我觉得都看得到那个车线的感觉。它就只有腰头有弹性。所以呢它的布料没有弹性，所以我刚刚说了我不建议太肉的粉丝穿，就是搭 M 号以内。刚刚可以搭姐姐嘛，现在可以这样直接盖一下，搭一点微休闲的也非常的好看。